太陽能過。是冇錯的，要裝埋太陽能，咁所以佢都做緊自己 design thinking。以往咧，好多人咧將廁所咧視為一個污穢啊、污糟啊嘅地方，係咪？其實都係個設計，再加埋咁好嘅綠化之後咧，咁你就唔會覺得佢係污糟噶啦。你反而覺得咧，好似個度假嘅地方或者觀光地方嘅一部分喎，係咪？咁呢種咧就叫設計解決問題，簡稱咧通常叫 design thinking。點樣用設計將廁所重新再設計過 design thinking？ 點樣將廁所重新設計？好似大自然嘅一部分咁樣，咁你就唔會覺得咧形象差啦，反而你覺得咧，咦好靚喎，打卡都得喎，係咪？咁呢啲就係廁所可以咧重新設計過，就會變成咁嘅樣啦。嗯，好啦。嗯是的，刚刚跟香港过，我几个在下面，在下不知道行那些不影响的路，我是不是都是可以在这里上？是啊，没错。那你就要记住一定很危险咯。这个是啊，最主要呢到咗啦！一個鐘40分鐘到。全長哇！好長，差唔多1公里啊！嗯，咁我哋行前一忽啫嘛。嗯，冇错啦。走咗咯。最高点啊！冇错啦，就喺呢度啦。就系咁啦，我哋去嘅嗰个地方最高。嗯，冇错啦。呢个非常多嘢都系热噶。系啊，晒住太阳啊嘛。超过三年，我就觉得好热。嗯。Thank you.
數字乜嚟㗎？2022年4月7日，因為冇人調整啊，你可以調整佢嘅。你校翻今日嘅時指咯，你校完今日嘅時指之後咧，就打卡咯，係咪？即係邊一月邊一日嚟過咯？今日435米高喎呢度。尋晚好似係4月，今日好似係4月6日、4月5日。嗯。嗯。而家落咗山啦。係啊。应该冇影出就好。系啊，冇啦。系啊，啱过啦。啱啱系咪喺嗰个？我又啱啱系咪喺嗰个好几层白色楼嗰度开始噶？嗯，冇错。嗰度点啊？嗰度系啦，嗰度唔算系开始。再远啲一间红色屋，记唔记得？红色。啱啱先见到，或者见到有两栋绿色屋，系咪啊？嗯。系啊，就喺嗰度开始嘅。嗰度开始，跟住一直行到嗰度，跟住再落。冇错啦。冇錯啦，喺高山嗰度，係咪入咗嚟啦？咁呢度就揸天山咯。揸天山。係啦，就係呢座山啦，係咪都好靚啊？
頭先你喺渣甸山幾多？435。冇錯啦，咁呢度咧矮過渣山幾多？大概50米。差唔多啦，所以300幾米啦，啱就係咁啦。冇錯 ，good。芒草呢另一種草嚟嘅，感覺似芒草。芒草係佢都一個咁嘅花咁嘅，好似雞毛掃咁樣嘅。好啦，到啦。系啊，第日咧佢可以自己带同学仔去玩噶啦，因为其他咧难度其实就唔系差好远，最主要系碎石问题，碎石仔要大啲啲先可以得，因为咧全身平衡咧好紧要，佢够力真系要，好似鸡公岭咧碎石太多啦，又幼喎，跟住仲有特别喎，你话而家鸡公岭成座山冇一棵树嘅，系啊，系咪夏天晒镬金嘅？冬天冻镬金，夏天晒镬金。系啊，所以佢就唔可以咧。嗰啲大個啲，咁佢會自己去到嘅。去到南蛇尖咧，雞公嶺就冇難度噶啦。但係跟住，乜嘢？係一次啊！係一次十啊！幾多船啊？船人上地面往上架係幾高啊？嗱，咁咧你查咧就查到噶啦，上去搜冰河山，咁大概都估得到係幾高噶啦。全香港碎石最多的山，啊，是幾倍的？成倍啊，差唔多一倍啦。其實佢係難行過雞公嶺嘅。雞公嶺咧，同南石尖比邊個咁？都係雞公嶺，碎石多啲，所以南石尖當一種鍛鍊咯。是不是因為碎石摔到滾到海？是啊，同埋走完一開始變黑嘅，我哋趕落，一定要趕落山啊！嗰時其實我已經就嚟到叢林邊嘅啦，因為咧如果到夜晚冇陽光咧，即係冇太陽光咧，咁滾喺叢林係好危險嘅，係咪？你唔知冇蛇啊呢啲噶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咧一定趁有光嘅時候盡快落山。上次你嗰只摔滾落去嘅時候。
等到夜晚過完咗先，可能係想嗰件事有冇出現出現到先。冇出現到啫，都冇。即係你試下問。係啊，所以點解嗰時一定要吹過得快啲，就係咁樣。其實都唔可以話叫吹嘅，嗱嗰啲係拖住又拖住哥哥手，喺啲唔同嘅路喎，唔係段段路都可以嘅，好似呢啲就可以咯。咁有啲細細多嘅咧，就爸爸一定同佢一齊啦，即係爸爸喺前面，佢就喺後面。咁如果真係滾耐嘅話，仲把他擋住啊嘛，係咪？所以就明咗以前人帶兵咧，行順咗一條氣啦，可以適應到啦。然之後咧，再睇地形、地勢同道路係可以行快嘅時候咧，咁就快通過啦，係咪？咁就算加速咧，佢都係唔會有意外噶嘛，係咪？冇錯啊！一定要鍛鍊好的。以前歷史的時候將領先是一定是文武相傳的，因為打仗是要用頭腦打仗的嘛，因為叫武夫只有一個人打的。嗯，沒錯了。如果不行了，首先就不可以，應該不可以當兵了，而且鍛鍊足夠。所以點解一唔怕苦，二唔怕死就咁解？因為鍛鍊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就已經同人死亡打緊交道噶啦，係將身體推到極限。咁如果佢真係頂唔順嘅時候咧，佢冇辦法，一定要退伍啦。所以剩低落嚟嘅咧，一定係高素質嘅軍人咧，先留得低噶啦。昨天上午的行为到了，这个就是渣甸山，到了碧拿山。碧拿山刚才我们走过来的第一个山顶呢，走过来的就是碧拿山。碧拿山是，就是碧拿山。我们走了一小时了，我畢業的畢，我畢業的畢，一跟落去就是這裡了，所以半小時落定都不用落，還可以再快一點，真的半個小時嗎？沒錯了。飛鵝山。